下午3:20，新北市第六届公益奖医疗公益奖，在新北市政府的六楼大礼堂这边举行。现场呢，现在致辞的是金凤献奖的得主致辞。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行政群体共享荣耀。因为这个医师贡献奖，它不是只有医师对我们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它还包括我们对于卫生局医疗卫生政策的推展的一个协力合作，还有呢对于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。看那个现场呢，也来了很多的民众。会务的推动发展，还有我们会员权益的维护和等等的事项，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作范围，绝对呢不是个人一个人可以达成。这个绝对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、智慧的以及活力的地，大家一起行政群体，才能够有所成就。今天非常感谢的是我拥有的。这么好的一个团队，就是我们新北市公益事业，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会员的支持和合作，以及历届市长以及李监事的努力付出，也更要感谢我们耐苦耐劳的会务人员。这是方向家的得主，相信支持记者燕国龙在新北市政府的报道。